间段录韦斯牌的全国大会师，进去晃两圈给大家看一下。不用讲，满满的韦斯牌，满颗满谷的。算的，300的，超级屌轮框的，黑化全部的，各式风格。来，接下来1094，哦，人外口的，轻轻啊，未超过300公克。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两颗空调分子，准备训练的，不想结算的。要排队拍照。排队拍照机。就五车区的 ，PU250这边就有两台，这边一台，然后那边一台，那是五车区，各种比爱将还老的车 ，GT185，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二行程，超屌。听说上次办在高雄是20年前包出生的，好险今天我来。哇，边车哎，帅哦！这边是排队拍照区，拍立得。游览车开进来，啥小？真是他妈傻眼了！还有哎、欸，刚刚我们哎，刚有碰到吗？好像没碰到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不对，再接下来1128，1128，
量太大，你需要我们帮你邮寄的，可以到服务台来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服务啦，但是拍谁啦？运费给你出来啊！你刚才啊，你的运费我开多少钱？一个八十块，超过十五的打九三折，这种生产。我跟你讲，我做事情最喜欢公开透明，懂吗？来，下一位1713。1713好我啦，你要叫我们一下。杨道也可以啊，只是要过去。很有路啊。没有这，啊，再绕过去。哎，走走。杨宝宝。杨宝宝啊。杨宝宝。杨宝宝。杨宝宝。三组千两。杨宝宝吗？有冷气吗？有冷气。1831021哦，安尼我甲你讲，这是你的，好好收着，来，好183你的，嘿，你。全了，结束。热热死了，干！你可以搞的拖车，有人抛锚是不是？咻咻咻！
超夸张，超级厉害。